六聊四季，听你读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六。今天来看一场特别的2-2比赛。先来介绍一下黄色的文明是选择了凶人。凶人最大的特色呢是有8折的马弓优惠，城堡时代是9折。那地龙时代呢，它还有游侠可以做使用。那凶人呢，它也是一个特殊的文明，它是不需要盖房子，就可以一开始人口就是200的状况。所以它省下来的这些房子的木头就可以撒更多的农田哦。在前期的优势哦会比较巨大一点，后期呢也不用担心卡房的问题哦。那接下来介绍一下红色选择的是塔，这个红色也是塔套 ，OK。那他选的是蒙古人，蒙古人也是一个马弓文明哦，而且他的马弓呢是攻击速度最快的马弓文明哦，有这个比较大家熟知的这个蒙古图记啊、哦。那他打猎呢，吃个大象呢，还有斑马，吃的速度都是游戏里面最快的，所以在前面哦，前期的时候可以更快打出这个封建肉马快攻、哦。到了城堡时代转成轻骑兵之后呢，肉马跟草原骑兵哦都有 30% 的血量加成，后期打肉马加上马弓、哦、还有这个大冲刺哦都是非常强悍的，后期遇到大量战矛兵的话也可以转出投石车、哦、进行反制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介绍青色玩家。青色玩家是选择了马扎尔。那马扎尔最大的特色、哦、就是他的免费的攻击力、哦、是非常厉害的、哦，免费的锻造技术让他的装甲步兵、哦、还有长枪兵落马一开始的伤害、哦、就会比对方还要更优秀一点。但是马扎尔本身、哦、也是一个没有任何经济加成的文明、哦、所以他在以正常开农情况下很容易农输人、哦、所以会不太建议、哦、用马扎尔去跟对方开农，反而是要更积极一点、哦、打一些压制性的打法，例如赶快用落马枪兵啊毛兵、哦、去压制对手，然后赶快升城堡时代转老头啊升头，给对方更大的压力、哦、会更好一些、哦、那后期呢马扎尔有这个马扎尔标骑兵、啊、这个保兵单位、哦、对抗对方的工程器单位额外增伤，而且点下银冠技术之后也不需要黄金、哦、就可以制造出来、哦、那后期还有反驱弓、哦、可以让自己的重装马弓、哦、伤害加一射程再加一、哦、但它变成射程最的重装马弓文明、哦。那马扎尔的改版呢也是改成了团队加成、哦、这个马弓的建造速度、哦、加 20%、哦、所以马扎尔这个文明、哦、算是比较弹性一点的、哦、他既也可以打游侠也可以打马弓，那依照团队需求去做一些转兵调整、哦、是比较有利一些的。那接下来看一下玛雅这个文明，玛雅这个文明在团战来说表现、哦、并不是非常的亮眼、哦、但是他的优势呢是工兵单位非常的便宜、哦，在团战的时候偶尔还是可以看到玛雅这个文明、哦、出现在外加，那主要是他的工兵超级便宜的关系，城堡时代、哦、可以爆出大量弩兵、哦、去跟对方做交换、哦、那这也是他的优点、哦、但到了地龙时代他的工兵就没有这么厉害了，反而是他的老鹰单位可以到100滴血这个金冠技术黄金果，所以后期玛雅主要是打这个羽毛箭射手或者是强弩转老鹰、哦、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，再配上大冲车啊巨型投石机、哦、拆家也是非常快速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选择打法。那我们先看到塔套一个极速上风箭 这个好像是17P 还是 18P、哦、而且还偷了一个织布上了风箭是在踩点、哦、这个是有点细节上的一个操作。好，那 Viper 是先把右边给围死，然后只要专注守左边这个区域。好，塔到这边也是要开始往左边围。好，落马出来了。好，先去抓掉后面这只老鹰。好，继续卡位。OK， 卡死一只老鹰。好，跟外面的落马汇合一下。好，三只落马汇合，开始出发。遇到这张地图、哦、都是要先从后面开始进攻的、哦。那这张也不是非中空地哦，所以它中间没有鱼池，所以打架、哦、还是会围绕在这个城的东西附近、哦、还有后面的墓区哦，不太会有那种需要去抓鱼池的一个状况、哦。好，那看到这边，落马有可能打破吗 ？OK， 塔套这边细节有做好。两边都在用落马给对方压力。OK， Viper 进去，但是对方已经围死，冲进去之后，这些落马可能没有办法逃出来吗？哦，这边落马出来了，拯救 Viper 的落马，不然 Viper 在里面变竞技一场，落马会全部送掉。OK， 那这一波变成玛雅这边会有优势喽，因为这里进去打不到任何东西，而且马扎尔、哦、在这个时间点、哦、现在有一攻上加成、哦、
伤害是5+6。好，但这边枪兵第一时间可能会被集火掉，工兵单位也快被包住了。后面马扎尔的肉麻也在努力输出当中，但是数量上有压制的一个情况。残血拉走，塔涛这边细节做得很好。Maple 也是打一个肉麻开局的关系，所以现在肉麻谁多谁就是比较厉害。枪兵开始点戳，戳掉两只肉麻。OK， 这位青色玩家也是特别厉害的。这一只居然收掉了一只村民，哇！大可是玛雅人，玛雅这边工兵秀的还不错，点下一集射。那 Viper 这边有9只肉嘛，要解决应该是蛮简单的。我个人感觉现在继续压制马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毕竟工兵单位要去支援马国会需要路途更远。但如果你是打弓箭国的话，对方落马很快就可以来支援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但是马扎这边已经围死了，所以 Viper 他们是决定要转身去找玛雅这边了。看一下玛雅有没有一个防守失误出现。好，上方又有一坨工兵过来，好像又可以再捉到几只，好像可以再射掉一村哦，可以啦。哇，拉克这边非常赚，但是这边的村民也是被击杀掉了一只，有可能两只吗？ OK， 两只应该没问题了，两只工兵两只村民。好，下方围了一个长条形的，是不是有洞？那看起来怎么有个洞？好，后方的工兵控住了 Viper 这边的果汁。好，由于凶人不用盖房子的关系，现在农田已经撒到了17片田。而且这边一农一牧也点上，来一个经济流开局。好，这边补一个木墙。哇，结果自己又死了一村。Viper 这里有点尴尬，村民好像在前期被抓掉了有点多。但大可这边也是死两村哦，现在是2-2。OK， 这边再收掉剩下的工兵没有问题。后面的工兵加枪兵也过来，三支枪兵配3-4支工兵，继续给压力。肉麻这边也开始慢慢补上。好，塔到这边也是没有再继续往前压了，已经开始转农，准备要来升城堡赛。现在兵都在右边，塔塔要过去帮忙吗？还是要去骚扰玛莎的家里呢？好，这边准备点城堡 ，OK， 点上去了。好 ，Viper 这边为了防守，点了非常多的肉嘛。这里被迫补了一根箭塔，这个就是玛雅这边想要获得的效果。好，这里拉了非常多的村民，开始去补这个大石墙。补石墙防守，这个判断非常的果断，拉了非常多村民，补村开尾。OK， 那这边一定可以防守过来，对方你进来也只能打石墙，那自己的肉嘛可以再继续对方家里骚扰，就可以不用理这一坨了。这一坨反正有工兵有这个箭塔可以守住。好，后面村民回去伐木，这边肉嘛过来看一下玛雅家，玛雅这边还没有点城堡时代，还差一点点。好，但这波进来射掉了一只肉嘛，这波要直接包了吗？哇，这波直接包刷掉了几只工兵单位，刷的还其实还不错，但大可没有想要让对方继续抓掉。Viper 这一波打的还行啊。OK， 前面补了一个马厩，准备升城堡时代打双马厩。但我是觉得好像肉马出的有点太多了，出到12只啊。好，后面这里想要抓村民没有抓掉。好，后面抓掉了一村。好，两村被抓掉，马扎这边落马抓掉两村，非常赚。好，升到城堡时代的蒙古。好，这里再一支枪兵过来，先戳残血的。好，再戳掉一只马，有机会吗？没有。还有3只肉马在家里，但是草原骑兵已经出来了。草原骑兵现在有血量上加成98滴血。Viper 这边的肉马待会也要升级上去哦。17只的肉马，哇，直接往马扎家里冲了进去。好，但 Viper 这边还没有办法点下城堡时代升级，反而使用大肉马给马扎更大的压力。
这边草人骑兵遇到骑士有点难扛得住这面伤害哦，还是要先稍微拉扯一下。好，玛雅这边三级也快要升上去了，这边其实可以考虑用落马直接上去硬抓，不然这一坨工兵没抓掉到城堡时代 ，Viper 的压力会非常大，可能会扛不住。但 Viper 这边还在继续按落马，没有打算要来升城堡时代了吗？来到18字的落马。好，那蒙古这边是转出了草原骑兵对抗马扎尔的骑士，但马扎尔骑士是二攻哦，伤害非常痛，基本上用落马加草原骑兵是打不太赢骑士的正面的。好，这边想用一攻的射程秀下操作，一升到城堡时代的玛雅吐下了奴兵的升级。好，工兵开始往后拉扯，24只的工兵身为弩兵二级射也好了。 Viper 这边有点难打咯，好，赶快点城堡时代保留一下落马数量，待会点轻骑兵哦，伤害会再多两攻哦，血量也会再多一些些，现在全部送掉就不太好。好，草原骑兵在城镇中心的帮助下反击了骑士回去，后面还有一只老婆也出来了，但是 Viper 家里这里可能都要收村，这里大片地方都要收村哦，收到后面开始撒农田啊，或是要再起一根箭塔，但他这里没有挖石头，所以如果他真的绕到后面， Viper 是完全扛不住的啊，这里是 Viper 最难受的地方，这里一定要扣一下队友塔涛过来帮忙。塔涛这边是出草原骑兵的关系哦，暂时要打正面也打不太赢，毕竟草原骑兵的远防哦只有一点而已，比骑士还少了一点。现在玛雅想打谁就打谁，工兵数量非常多，来到了23字数量。好，家里出来的工兵在家里防守。好，往后开始射击。这边是三射箭场吗？哇靠，四射箭场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凶。这就是玛雅，超量产工兵单位。那这里没有打算要先升弹道学，而是打一个四射箭场，蛮特殊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三射箭场转大学，或是二双射箭场，然后大学点完再去补这个四射箭场。但威力来说，就会比大河这边还要弱。大河这边是射箭场的一个优势哦，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哦，基本上很难扛得住，一定要投石车啊或弩炮砸到一发大碗的，哦，才有可能挡得下这一种暴攻兵的打法。好，这边草原骑兵抓到出来盖城镇中心的村民。OK， 一戳一只村民，戳掉了五只。好，第二波工兵也要出门。Viper 这边升到了城堡时代，转出来的是轻骑兵加上二防。二攻赶快也要补。落马点二攻伤害是差很多的，要点二攻再上吗？这里要包了，因为对方马扎的骑兵不在，这边先包掉对方的工兵单位非常关键。这波包夹大可完全没有地方可以逃跑，全部送光了。哎呀，损失惨重。哇，他刚有细节，我们看到点了非常多的草原骑兵，点的还不是肉了啊。他知道草原骑兵更有威胁，在这种临死的关头，他还是去选择攻击更有意义的目标。好，这边31只工兵应该可以扛得住，加上城镇中心的伤害。有人会说这里到底要转枪兵哦？其实这里转枪兵也是可以考虑的，但意义不太大。好，这边两只老头上前，先烧到城镇中心里面，两只落马过来送出来，再收进去，哦，差点被砍掉。好，这边更多落马开始上前 ，Viper 这边21攻还没有点下。好，玛雅的工兵过来，这波可能要撤了。好，这波交战玛雅的数量来到了35只，好可怕。45只的话加上弹道血就可以稳定击杀一只骑士了，通常是40只就差不多了。
但是你要去算这个可能会 miss 掉箭矢数量，有时候单刀血也不是射得非常准，稍微一个抖动就要变成射两发还死，大概45只左右的时候是会最稳定的。好，来到42只，这么大量的工兵单位配上弹道学，而且帝王时代也上去了，双 TC 点帝王，然后补下了第三个 TC。这个经济配置是有特别配扩的啊，鬼配。好，塔涛这边决定要来前压宝。那前压宝这个策略是军事那一方有优势哦，才可以这样做。当你没有军事优势的时候，就去前压宝，然后包着你压过去就直接 GG 了，直接被逆转。好，这边三只老头压制一下，应该可以招到一两只，一只而已吗？可惜了。好，后面的村民过来拉了非常多村民，后面拉溜了一只骑士过来，夹不住吗？哇，这个老头刚刚碰到了，没有继续招响，招响断掉了。 OK， 这一波工兵看一下，这一波盖宝正面直接一字展开，后面拉了几只骑士跟落马往前，然后抓到后方的老头问题，后车想打个一发控制一下玛雅的攻击的弹道问题。好，后面老头虽然全部收掉了，但是正面的部分有点打不太赢的感觉哦。 Viper 这边的落马已经靠全速送光，那在后面有弹道血的关系，射得非常舒服，已经点掉了15只的骑兵单位。好，拇指环这时候再补下毁天灭地。好，这是投石车以少换多，能不能换掉呢？哇，一发一只草原骑兵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OK， 大河这边点下三级射跟化血。那强弩兵的话要450肉，这边再存一下肉。好，早想一下。好，后方这边直接包掉，工兵单位往前分两队，细节操作分三队。好，分三队有点忙哦。分三队的优势哦，就是不会过度溢伤哦，这个全部都集火打一只的问题。OK， 刚刚这边大可有一个细节操作。工兵国要打得很顶尖哦，真的是非常困难。像他们在交战的时候，很多细节上的一些打法，可能一般玩家会看不太出来。但就算跟大家讲这个怎么做到的，好像在实战中也很难去实践出来啊。还有就是工兵国比较麻烦的地方，很难去细节化这些操作。好，后方这边补了一个大石墙，那草原骑兵没有办法冲进去。好，目前 Viper 也开始转了一些骑士要来直接冲击强弩这边的数量。这边数量拇指环刚刚怎么取消了呢？好，为了要去点化血吗？哇，我觉得这边拇指环取消好像有点伤啊，不应该取消拇指环的。打骑士的时候拇指环是非常关键的科技啊。好，我们重新研发强弩 up 上去。好，六加四，终于升级好。好，那马扎尔现在还在城堡时代，毕竟刚刚所有的伤害哦都是由他来承受的，大战都是他在他家里上打来打去的。好，这里要说掉这边的骑士问题了。好，这边草原骑兵也被骑士压制回去。Viper 这时候点下轮轴技术，哇，这应该是忘记点轮轴。哇，投石车砸到一发大的，来一发，哇，虽然剩下33只的强弩。Viper 这一波的骑士压制给压力很大，后面又来一台投石车砸到了一发，
但最后枪数量还有14支，继续往后拉打应该是没有问题。OK， 顺利收掉这一坨强弩了。好，这波强弩想要直接走进来射爆农田，太狠了，走到城镇中心里，骑士出来扛一下，这个城堡有机会盖起来吗？可以。 OK， 把对方逼到城堡射程外。 OK， 让对方哦又被迫 Viper 又被迫拉了几只骑士哦去送掉，这里兵力会很不足够。好，左边的城镇中心补了一些，然后虽然经济越来越好，但是蒙古图记成型了还需要蛮长的一段时期。现在 Viper 已经快没有呼吸的情况下，而且蒙古图记没有全型的情况，打强弩也是稍微劣势的，甚至是有点小亏的一状况。好，这一波换玛雅前压城堡。好，左边也补了一根城堡，想要帮忙出巨型投石机拆除城堡的问题。马扎尔这边要开始找个机会哦，存资源点上城堡时代了，帝王时代。看为什么他要刚刚不如存资源赶快偷上去哦？因为他如果偷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被秒杀了。好 ，Viper 这边转出达拉汉骑兵。达拉汉骑兵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远防哦特别高，天生就有三点远防。到了帝王时代，精锐远防总共来到八点哦，强弩只会打两滴血而已。所以打国民单位用达拉汉骑兵，我个人认为是不差的选项，而且成型来说会更快一点，毕竟它有这个银冠技术哦，可以在马厩直接产生达拉汉骑兵，量产来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。OK， 这边强弩数量越来越多，马扎尔这一波骑士直接冲进去。抓着蒙古这边的蒙古图记的空档，往里面砍了一波村民。好，后方的骑士再抓掉几只，火把开丢，用火把打人的单位，人家都拿剑，就他最特别，拿火把。上方的强弩继续给压力，这波应该守住哦，这个进去就毁天灭地，超级大爆射。好，骑士这边继续砍，但这面城堡被守了下来，达拉汉骑兵解掉巨型投石机的效率非常优秀。好，这边蒙古图记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来到了14只数量，但是自家城堡已经被马扎尔的冲车给搞定了。好，现在只有两栋城堡可以产出蒙古图记。好，这边农田被越打越多，后面补下了一个新的城镇中心，开始往后撤，这个城堡尽可能守住啊。好，强弩再继续往前压制。哇，直接手撕城镇中心，有机会了。好，下方的蒙古图记想要帮忙一下家里盖城堡的村民，这里村民被杀了大概快要十村啊，后面强弩再过来再继续屠一波村民，但是城堡还有 20% 才能盖好，蒙古图记便要被马扎尔加上后面强弩进行前后包夹，城堡数量还有 1% 盖好，赶快收村，蒙古图记也可以收进去。要收进去吗？还是要继续拉扯？继续拉扯一下，让城堡继续输出一下这边的问题。但是蒙古图记还没有弹道学，城堡是有点歪。村民放出来，开始帮忙修一下城堡。上方的强弩还在继续骚扰上方城镇中心的问题。这一波玛雅强弩疯狂压制，打得非常漂亮啊！这个强弩强到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哦，随心所欲，想去哪就去哪，就跟蒙多一样啊。
这就是团战工兵国最麻烦的地方，而且就是玛雅这种量产型的。好，前方没有城堡的阻挠，开始往前压，白普尔跟打造直接搭出了 GG。哇，那今天上了这两部影片哦，白普尔跟打造都是宣告失败了。那团战来说，大可跟其他的一些职业选手们哦，可能会更优秀一点。毕竟 Viper 跟塔炮他们都是单挑型的选手哈。但我真的觉得《世纪帝国》这个游戏团战跟单挑完全是两种不款的游戏，两种 不一样的游戏啊。打法、啊、配置哦、观念哦，如果你是用单挑去打的话，可能只能打个五五开哦，还没有办法拿到非常优势的一个决策啊。但是像大可这种精致配置哦，团战的配置方法，直接开头四射箭场，然后不生弹道血的一个直程，然后速地网的一个打法，在团战来说是非常难产的一个升级策略、哦、还有这个团战的一个意识、哦、那如果你弓箭数量够多，甚至一次可以打爆两边骑兵果都没有问题。那马扎尔这边最大的贡献哦，就是出了一堆骑士夹住自己领地哦。承受 Viper 跟塔套这边疯狂乱窜，补了一些大石墙，只要自己经济没有完全爆炸，都还有机会可以翻盘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。经济的部分是由这边玛雅拿下资源上的胜率， Viper 这边资源输了快10000哦，经济非常惨。那蒙古虽然这边经济是第二名哦，但他这边还是没有办法一个人扛住两个，毕竟蒙古土地成型了，需要大量资源。好，那这边蒙古的 KD 是最高的 1.23， 大概就是玛雅了。公民国的 KD 往往都会比较高一些些。这一把呢，蒙古图界没有办法升到帝王时代、哦、是最大的问题、啊、如果能升到帝王时代，化学精锐升上去的话，一打二的话可能还有机会。没有办法，这个强弩的部分、哦、压制蒙古一直维持在城堡时代、啊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下订阅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各位拜拜。